看呐、啊，就是再给他带着是，以防万一啦，嗯，以防万一啦，不然的话哦，看一下，啊，如果真的不行，那就不要靠啦。Danny， 嗯，啊，那脖子黄色那个是氟必思的颈圈。哦。哎，本来是有手术前已经帮他除过，但是他可能在外面实在是量太多了，嗯，所以我们那个还是给他带着。这个会有效吗？有，他陆陆续续会有那个粉，但是洗澡要拿下来。嗯嗯嗯。哦，不然那个整个项圈如果撕掉了就没有效果了。医生，你们这里。